10年没有来到日本东京，这一次来除了工作之外，我等一下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帮亲朋好友，姐姐们把日本的药妆带回去，包含啊这个保养品啊、美妆品啊、药品啊、零食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去六本木的街头药妆店把它全部买起来，好，顺便来告诉大家2024年来到日本有什么一定要买的东西。好啦，这一次真的是去考察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去玩啦、啊！不是不是，我是主要是去看那个迪士尼，他这几年的服务有没有比较好？那你有去歌舞伎町吗？绝对有，没只有去一下下，主要是为了要拍歌集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晚上是就稍微有喝一点点而已。我有带很多礼物回来，每一个人都有奖品。你说那里面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自己内裤只带一条，衣服只带一套，剩下全部装到满都是你们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来开箱，到底有什么好礼？哎、欸，我都是有为各位量身定做、量身打造，超级适合你。听得有点害怕。好，OK OK， 来，第一个就是这个，好不好？四金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它只是长得很像而已，它是一个早安面膜。若琪看着发票念一下它的日文名，这个叫做，哎，对，来跟大家讲。妈，还不如看上面比较快。萨波利诺，台湾也有卖，但是这个日本买便宜很多啊。先说这个是要给谁？这你自己拿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有4种的这个维他命 C， 用上去之后，你那个衰脸的感觉、灰灰的感觉会瞬间改善。怎么那么多？没有，因为今天我们在电梯里面遇到其他上班族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是不是七老大工作室里面有一个短发，好很俏丽的？”马上就给他看。说是这个吗？他说不是他，他月龄这个比较衰一点啊，对啊，所以需要这个东西，一敷下去的瞬间会亮白。来，这个有一个微微的小缺点，就是女生用的话它是够宽的，但男生用的话我啦会到这里，旁边这边用不到，因为这个比较窄。而且是不是要打夹子啊？不用啦，直接探囊取物啊，拿回去。一片才不到10块钱，效果超好，这个可以买。再来这一个，登田制药的冈本啊，眼药水不是冈本啦、啊，不要看到像小小盒的，就是不是哦。这两个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组合，这个的功能两个都不一样哦。这里面有维他命 B2 和尿囊素。啊，它是对于眼睛疲劳很有效，这个是我要买给薛理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对你很好？为什么？是啊，给他补眼睛，剪片会变快，哎，好不好？一定哦。啊，这个是 B6 和牛磺酸，一样也是给的很足量，它主要是针对眼睛红。他会发炎，他要写一个抗菌啊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写直接补啊？直接笑啦，我怎么补？笑，不是说直接补，应该是给我的吧？直接补8.5倍高粘度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还以为不知道滴什么眼睛、啊？不管是什么眼，人的眼或者是马的，不行啦，不要乱教啦，只能滴人的眼睛，对，好像泡面的调味包哦。没有，他这个就是他设计超好的，好不好？给你们。你看，它这个是一条一条的，然后给它撕开来跟点，还可以随身携带，你就不用直接带一盒，一人一条。这太穷酸了吧，分到一根这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个剩下我就带回家。嗯，为什么？要给的。对，这个一样也是要给你的，也是要给你的。不是因为我的眼睛比较多嘛，都很容易发炎。再来这个，我是大推，我买超多。啊，这个叫什么啊？健容制药氧化酶一排便丸。啊，这个我告诉你，特别买回来给你，顺得要命。不是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你儿子还是你妈是一个礼拜才吃一次？一个礼拜一个礼拜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这个东西我去日本一定都买。干嘛？你便秘哦？在台湾顺，但是在日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去日本一下吃拉面，一下吃这个豆腐饭，烧烤还烧烤，根本没青菜的啦。我上一次去日本4天还5天，我一颗蛋都没有打出来，店员直接跟我大推说这个塞高最高，但吃的不会落塞，不会，我吃不会，因为它不那么刺激。那会脚痛吗？肚子关脚什么事？脚不会痛，我是说肚子的脚痛。好啦。
不会肚子痛，也不会脚痛。反正它跟一般的排便产品不同，它不会很刺激害你尿塞啊，它是增加你粪便的含水量，弄得像一只法国面包一样。所以像你小孩啊，长期排便不顺，你就固定吃。像我这种是啊，出国水土不服，你就偶尔应急吃。那我试试看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了。啊，难怪刚刚有点闻不到味道。你这样在捷运上会被让座。哎，对啊，小腹便便，来给你。哦，你就是吃三颗，然后配水喝下去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它真的有淡淡的柠檬味，是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常吃啊，因为顺畅才是健康的泉源，好不好？哦，但是三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就随身包装，这个就是大罐的，颗数量不一样，颗数不同而已啊，都可以买。然后它这里有写一个五岁啦，代表是五岁以上都可以吃，管你是80岁、90岁、170岁都可以吃，好不好？哪有这么人？ Okay, 非常的温和，非常温和，非常有效，排便不顺，你去日本买它就对啦。好，再来哦，下一款这个就是很厉害，一个叫美酒的 KitKat 和清酒的 KitKat， 白酒。巧克力哦，然后有美酒味道的，哎，真的有呢，味道蛮重的，有哎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基本上是大家都会喜欢，因为梅味浓，然后咬下去之后，结尾有一个酒感，大的甜点是不错。那这个呢，叫做日本酒，也就是清酒的，这个就会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它会有一点酸感。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的米的味道，它0.4%呢，哎，这有酒精浓度的。对啊，吃多了就不能开车。嗯，你不会。有一次我在信义区遇到他的时候，就是男生呢要搭讪他调戏，他说人家不会喝还是什么东西。隔2小时，我看他走到路边各扛一个走，你知道吗？扛去吃一兰拉面，你知道吗？把门卸下来之后，吃完一兰拉面继续再扛。这个唐吉诃德各大药妆都买得到，而且很便宜，多少钱？700。然后700哦，100多块台币，然后有个一颗10块钱而已。好，记得不要去买 KK 其他的，买这两款比较有日本风。哦，下一个这个是巨推荐啊，这个是去污笔啊，去污膏啊，不去污霜，不是去污水，去污水，去污水，很强哦。Costco 有卖，但是不好用，这一款远比它好用。就是哦，你各种脏污啦，哦，例如说出去约会的时候口红印着啦，喝红酒打翻啦，酱油沾到衣服，全部都可以用，超强，好不好？怎么用？来，小黑，拿我刚刚那一个有沾到的咖啡印的，这个、啊，对对对，来，首先这里有一个垫片，对不对？给它垫在污渍处，对，下面这样子，对，然后给它打开来。然后就吐吐吐吐吐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去弄它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会看到它渐渐淡化，然后很好用哦。所以这个我超推，多少钱？498日币，一条才100多块而已。买了20几条，全部都要送给 Cherry。那一次我们去聚餐的时候，我以为他穿的是斑点的衣服，啊，吃了拉面就可以直接换一件。哎，有呢吼！哦，你看整个是不是消掉了？啊，它是把它印下去呢，就是它。对呀，脏污吸到这上面。对呀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我们Uno同事有很多男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款哦，算是一个叫做男性 BB 霜啊。好 ，Natural 就是自然的。Cover 就是遮瑕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我们马上给这个月林来用用看啦。它写一个速攻，速攻意思就是告诉你很快的意思。我去歌舞伎町的时候也有写说一般的价钱和速攻价。你说你出来了？不是不是，那个酒吧啦，酒吧也有速攻的速攻酒吧。好，这一款它之所以厉害的地方哦，一条1180，意思就是200多块台币而已。它总共消掉200多万条。哦，赚翻啊，所以很厉害啊。好，它有遮瑕。的效果还有这个防晒 SPF30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加玻尿酸，不会让你皮肤太干。它擦起来，我们男生最怕就很黏，长痘痘啊，很恶心，长痘痘。它不会，不会，真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是用哪一种的？哪一个？自然的，自然的。对啊，那你不觉得有点像吴康人吗？对啊，嗯。确定是 natural 吗？怎么有一点像要拍京剧了？你看 natural 比较白啦， cover 的就会比较那个啦。natural 和 cover， 我像我这种古铜色 beach boy 的话，就是 cover。beach boy。对啊，好，再来我们下一个，这个就很厉害啦。好，健容的宝宝用凡士林，哎，凡士林不都一样？啊，不一样哦，你跟
木村拓哉都是人，有一样吗？那你这样转正面给大家看一下。人家都写什么上 number one 了，和尚，对不对？卖上啦，告诉你说这个是卖第一名的哦，各大药妆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宝宝用的，它第一就是比较纯啊，精炼度很高。第二叫做什么？更温和。哦，第三叫什么？滋润性很好。你们用就知道啦。老皮用。哎、哦欸，这个虽然是写宝宝用。这个虽然写宝宝用，可是我们都能用啊！啊，我告诉你啦，膝盖啦，这种膝盖，这种手肘啦，膝盖啦，哈、哦，这腋下啦，哦，这嘴唇全部都可以用，而且它这个是无添加的哦。尾椎那边是不是可以？好不好？那个地方很容易黑黑的。那你要干嘛了？你现在夏天到了，你给人家看到黑尾椎，尾椎本来人家想要搭讪你，想说是这个内湖区广末凉子，结果一看到你的。黑尾椎，他就作罢了。这一款是真的很推荐，100多块，这个可以买，好不好？比一般的凡士林我更推荐。我这买十几条，每一个人分一条，才100多块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你也拿出来说。好，再来我们下一个哦，这个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是 Hello Kitty， 就是要送给恩婷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喜欢 Hello Kitty？ 我临走之前赶紧看到抓了就走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哎、回来一查才发现它是很厉害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防蚊液，防蚊成分高达10%，而且成分非常的天然，然后而且它喷出来的味道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有没有？哎，什么啦？很香，淡淡的桃子香，非常厉害，好不好？这驱虫哦，这个6个月以上都可以喷，非常厉害哦。这个不要开玩笑，日本妈妈人手一罐的。恩婷的礼物好烂哦。啊，再来这一个，我是帮若琪买的，她叫我一定要帮她买。这啥？什么东西、啊欸？这个超强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、喔，它是酸性的护发成分，可以产生热能，去渗透你头发的纤维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子，贴住你的发。好、啊，反正就是让受损的头发恢复原来的滑顺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酸热技术发响补修，哎、欸、啊，你的日文真的还有质感再整，哎、啊，听起来就很厉害，好不好？那你这个再用完再告诉我们好不好用？哎、欸，有用过的粉丝再告诉我们这个好不好用？因为这个真的在架上是一大堆。因为一大堆多的，一大堆只有2种可能，一个就是卖超好，他一直补货；另外一个就是卖很差，哎，所以不知道这个好不好？人要跟他收钱，那是他要你买的啊，对哦，对哦，没关系，下个月的薪水里面扣，好不好？脚跟都到我屁缝里去了，对，尾椎那边是不是？哦、再来这个是哦，这很厉害 ，Number One， 它也是放在架上 Number One， 这个叫做凉感眼罩，我看得懂。木休息集中，木休集中热吸啊！来来来，这个我也买很多，你们现在马上用用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热吸了。这个就是你平常啊工作啊用眼过度的时候，或者是啊在晚上睡觉之前都可以用。就这样子啊，把它打开啊。如果有更热的地方可以吸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贴在别的地方。这样子，来都贴贴看。哇、哦，热吸，赶快做完，赶快做完。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做完了。可是它有一个味道。它有像药布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它还是这是药布，你有没有看错啊？哎，对不起，买到酸痛贴布了，失明，眼睛坏掉，有这黏黏的。对啊，不然你怎么弄在眼睛上啊？你其他东西黏黏的，你弄在脸上，很高兴。干嘛？我好像 AV 女，好多干什么东西乱七八糟。602日币，对不对？对，五片啊，一个才20块而已，真的眼睛一放下来是感觉到非常舒服，很清爽。再来这个也是很厉害，买了很多回来，不止这样，还有炸出来一点，散装啊？对啊对啊，搞得我在机场海关的时候，有一只米蛇鱼跑过来一直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。算是日本两大厉害的薯条，一个叫做什么？這個、我知道靠杯，一个叫假、哦，一个叫假咖啡，假咖啡，对，假咖啡呀。不是，那这同一个，这也是靠杯，也有假咖啡啊。啊，那所以它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盐味的啊，你们吃吃看盐味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奶油味的。我觉得奶油比较好吃。我也觉得，而且奶油是不是有点酱油的感觉？就叫酱油奶油。没是吗？它就叫酱油奶油，对不对？酱油奶油味。真的。哦，这个，哦，一样浓厚。
这个比较清爽，非常好吃。那原味的也是很清爽。它这个比那个薯条三兄弟松脆。薯条三兄弟是北海道产的，我有查资料。这个是北美，好像是美洲的美洲马铃薯。虽然我吃不出来，但是吃起来很好吃。我觉得原味的就是薯条三兄弟啊，吃不会太出来差别，但很大的差别是什么？这个比较便宜。哦，够高了，知道了吧？多少钱？好，238。都要去把它带回来，各大药妆、唐吉诃德都有卖。哦，其实啊，我是买了更多东西啊，只是这几款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用的。哦，大家去日本，基本上你去买这几款不会后悔，因为我强烈推荐。无论现在是这个大家是去玩也好，去工作也好，日本真的是一个可以啊这个超到宝物的地方。而且很便宜啊，日币现在开玩笑，在日本吃一碗拉面，台湾吃一碗拉面更贵。吃两碗吗？吃完两碗你就吃这个。对呀，啊，真的祝大家旅游开心啦！赶快把我们频道订阅起来，分享出去。老大爱你哦，拜拜。